这估计咱们是第一个顾客今天啊，没人。好，这么大商场也有两个人啊，有我们五个人。看看了，关机。哎，没了，卖完了。哎，真的卖完了。走了，卖完了，看看这个生意好不好。之前过来看放的几个，卖完了。再下一个商场看一下。这个商场自从几年，这两年拍视频以来，从来没来过这个商场。今天过来再看看，看看有没有那个冷风机，也算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商场了，卖中国东西卖的最多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商场也够呛了，我感觉没有，这是卖玩具的。哎，这个罐能腌咸菜了啊？嗯？插花的吧？我操，插花也能腌酸菜了啊？嗯？买一个腌酸菜行了。拿那个口一封是不是？哦，拿那个皮筋一震了。哦，可以，买一个，真的腌酸菜就行了。家里这个小猪，这个遮阳伞你说挺好。26,700。20,000多泥币，也不贵啊，1,400人民币。没有啊，这个真能腌酸菜的，要不然真找不见个酸菜摊。不到漏不漏，24,000多。1,000多个坛，那是贵的。嗯，24,000多一个坛子，1,300块钱一个腌酸菜，有点奢侈了。酸菜罐或者买十几个。嗯，我记住我那儿1,000斤这个坛才300多人民币，1,000斤。这可能是放花的工艺品坛，在卖厨具的这儿找见了，说是有呢。先来看看，看都是中国厨具，哦，啥也有。这不就是那个吗？嗯，对，这也是呀，这也是厨，这个是不是？这个那个三脑秃噜，秃噜，这个是三脑的，这个，啊、这个了，这个same，哎，那个三脑。露秃噜啊，秃噜！来，这儿有。You need bigger small。放下 big 不买这个，这儿放。Come on。哪能塞姆塞姆了 ？Come。啥的了这个？咋能塞姆了？塞姆是一样，那个，你这个，露三露要秃噜这个，看吧，这个是啥了？这个是自热的，智能的。不能塞母了，这个这么大，这个这么小，是塞母塞母，能一样了，功能一样，你说？没有，买不上，有是有，太小。那也牛有没有牛？就这么大，啊？这不是吗？我拉出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喂，那边也是塞母塞母。两个。嗯。来，放下了，不舍得卖，就剩没大的，好嘛，这样才是哦，有了。要尝尝，对，试一下看看是，管理大小猛不猛？行不行，康峰？啊，你看，工艺好不？哎，可以的嘛，还没加水了，现在，加上水更冷啊，行了。让他再便宜点，咱们开个票，省一件啤酒钱，让他23,000。23,000。看看21,000这么个。两万。
小姐，便宜点，便宜点，便宜点啊，便宜点，啊，便宜点，啊，便宜点，便宜点，两万搞定，少了三千里地，少的将近少一件啤酒钱出来。今天不回家吃了，李哥叫吃个日本饭吧。我咋看是没有冻羊肉。吃点素的吧，没有冻羊肉。看看咋地，这个是吃不饱，主要肉少。给高兴跟小孩拿回去吧，我就少吃点吧，其实我也能吃进去了。算了，撑一下就吃进去了，就不吃了，打包回去给小孩吃吧。搞好了，水加好了，它没电了。哦嘛，不想试一下。哎呀，来电了。打开吹一下看冷不冷啊，再放点冰水更凉是吧。哎，这不就好了吗，凉了吗，这就最大风力了。行了，有这个风坐在这儿可以，对，他也不懵了吧。哦，感觉就三级风一样。那你风怎么样？行了，吹的熟的。哎，这可以了。回来了，又一天没见，高兴了。睡觉了？这下雨天适合睡觉？睡了没有？高兴。高兴，哎，爸爸啊，高兴，吃的虾，快，啊，过来，来过来吃了，来过来吃了，好吃的，来下来，赶紧，快，来，下来吃。对，鞋子在哪里？你的？哎，不要鞋子了，吃吧，快，给。他的小。走。哎，好吃，高兴。好吃，高兴。嗯。好吃，嗯。嘿嘿嘿。对，吃。来，过来。少接种的，赶紧少接种的，你是不是？过来。过来，干去。对。哎呀，对，姊妹俩吃吧。这是高兴，这是爸爸舍不得吃，给你们带回来的，是吧？干去，出来吃。对，跟哥哥去哪儿吃去？去，对，去哥哥去哪儿吃？好吃，哎，高兴，好不好吃？嗯，哎呀，给了，两个人吃吧，自己碰的，哎呀，呵呵呵，你看，嘿，你自己碰的大妹妹你，喏，嘿。你打妹妹，不能打，谁让你打的，不能打。你看，再打你看喽，喏，你打，不能打，好好玩喽啊！你看，来，喏。不能打，顾德。
不能打妹妹啊。嗯，动不动上去都把妹妹都扇一锅都，跟谁学的？